做一个凉亭，搁做甲较水。然后来去迄个鹅壳渔港。遮特色真正足有特色诶！我毋捌看到迄鱼缸讲遮细个，吼、哦！啊，规个啊竹排啊安尼啦，啊，这真正嘛算一个鱼缸。这有诶无啥规划啦，啊，若像迄个着，迄个着做甲足水诶。算讲吼，安尼，即上圣河川呐、啊，诶、欸，上河步道啊，搁一个凉亭伫遐。哦，行来遮真正足刺激诶，安尼细细条啊，吼、哦。这个叫做鹅壳啦，哎，鹅啊壳，哎，鹅啊壳的，哎，迄个鱼干。哦，徛一只，徛一只，真正感觉很舒服。几只细只船啊！
想做。